叫肖丽敏医师，然后从事中医这一行的话大概就4年。我的名字叫周秀娟，那到现在的话也差不多有4年的行医的一些经验。看到患者吧，就怎么治疗都还是处于疼痛的一个状态，会比较心痛的。是台湾人吧？因为我还小时候妈妈她是一场蛮重的病，她也是因为那个病然后就过世了。如果我能懂，我至少可以帮到我家里人，特别是我父亲。之前比较懵懵懂懂的，就什么都不太懂，但是当了中医师，我学到中医一些知识之后，我认为我的改变是相当大的。然后他真正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影响之后，我们才会想要去生活。但我今天就他们有很多黑盒子，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，有100种人，但是我就有100种不一样的治疗方案。中医真的相反过来，比较神奇，第一类型。嗯，那比较神奇，神奇吧。